地中海贫血是不能够补铁的。如果是浸湿型、侵袭型，或者是呢中间型的患者，他们呢，一般呢血红蛋白是正常或者是接近正常的水平，不需要输血。那么呢，这时候呢，患者呢也不缺铁，也没有铁过载，那么呢是不需要补铁，也不需要去铁治疗的。如果是一部分的中间型患者需要呢输注红细胞，或者是呢重型的地中海贫血的患者需要频繁的输注红细胞，这时候呢铁呢就会沉积到人的体内，引起呢这个重要脏器的损伤。比如说呢，铁呢可以沉积到皮肤，那么引起呢皮肤发黑啊，色素沉着，可以沉积到心脏，引起呢心脏疾病，甚至呢心功能衰竭；沉积到肺脏，可以引起呢呼吸系统的疾病；沉积到肝脏，引起呢肝功能的障碍；沉积到这个胰腺啊、胰岛上呢，可以引起糖尿病等等这些表现。因此呢，这个地中海贫血的患者呢，除非是明确这个患者呢有缺铁，可以适当的补铁，否则的话呢是不能够进行补铁治疗的，甚至呢有一些患者呢还需要进行去铁治疗。